好，我是柳诗欣。好沧桑。前不久不是 Sam 老师发起了一个挑战，无化妆镜化妆，就是不看化妆镜就化妆。今天我也要来参加这个挑战，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。哈，像我这种照着镜子化都不一定化得很好看的人，还有不照着镜子化。Oh my goodness！ 开始吧，先让我们来抹粉底液。这也不能看手机镜头啊，要不然说我看着镜头化妆就作弊。因为看不见，所以全脸到处都多垂一点好了。就我管上粉底叫垂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哦。上散粉的话，应该还是比较好操作。画眉毛啊，我的眉毛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那这一步基本是盲画，不知道我在画什么。画一下眉头，再用刷子刷一下，然后画另一只。画眼影，我画的好快哦。眼影的话，我觉得也挺好画，因为平时都画习惯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开始画眼线。眼线我下不了手。下一步是刷睫毛，睫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盲刷哎。然后画侧影。鼻影。腮红、口红，完成。哎，我没想到我眉毛画的还可以，因为我的眉毛特难画，我每次照着镜子都要画很久，我以为会画的很歪，但是这个眼线我是真的。当然完了，还是来做个展示吧。这个衣服是我初中的衣服，感谢。这个妆的名字就叫瞎猫碰着死耗子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！不伤手认知了，就这样了。